在这个普贤菩萨起定这一段经文幕后这一句是讲到一切法的离去啊，这个义理很深，我们虽然谈了两个小时啊，而实际上呢也只是涉到一点皮毛而已，这个真正的其如还是要自己修学的功夫，解帮助行，行同样帮助解，解行相辅相成，才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么讲到意趣，我们平常啊，一般人常常啊听人家说话，听完之后会想象到，哎，他说这个话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的意趣了。清凉大师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幕后啊跟我们说到啊，无著菩萨了说四种啊义趣，这是菩萨对于如来说法有很深的领悟啊，也很值得作为我们修学的参考。第一个呢是讲平等的义趣，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像这个经论里的常讲的一切佛由于资粮很接近很相似，所以说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弥陀如来，弥陀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里头啊有平等的义趣。大乘经教里头常常讲啊，佛佛道同啊，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诸佛一样的心，真诚心，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可以说一切诸佛相同啊。
诸佛的愿，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佛是无条件的全心全力帮助这些众生。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凡成圣帮助他像自己一样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愿相同啊。心同愿同，行也相同啊。诸佛行是什么呢？总不外乎四摄六度与时说也相同，说言语虽然不相同，意思是一样的，说出自己的心、自己的愿自己的心诱导众生为众生做一个好样子。所以说佛佛道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释迦还是释迦，弥陀还是弥陀尤其是这个大经上常讲生佛平等众生还是众生，诸佛还是诸佛理上平等，性上平等，事上相上还是不平等为什么呢？众生迷而不觉，诸佛觉而不迷众生邪而不正，诸佛正而不邪。众生染而不净，诸佛净而不染。所以在四相上不等同啊，在理性上相同，这些平等意趣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佛讲经什么意思？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它有别时的意趣佛看事情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这是我们凡夫所不及的譬如
讲果报，佛总是教给我们修财布施，你就能得财富的果报。这个话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布施是因呐。啊，得财富是果报啊。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啊，佛常常劝我们修因正果。啊，但是有一等人曲解了佛的意思。啊，听佛这个话了，他增长了贪心。啊，他为什么修财布施呢？希望多得财富啊。啊，那这个就错了。啊，佛不能不否定财施，赞叹法施，啊，赞叹修行，啊，赞特别是赞叹苦行，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前面呢，修学的增长了贪心，啊，佛用这个方法了，帮助你那个贪心降温呐，最后啊，要帮助你把贪心呢拔除啊。由此可知，佛菩萨教化众生，确确实实无有定法，我们不能不懂啊！啊，没有定法了，随机教化。随缘教化，那个机跟缘常常在变化，因此佛的教化了是随顺时节因缘，也是不定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佛前面所说的跟后面所讲的为什么会矛盾啊？前面的这个机跟缘后头机不一样嘛，啊，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一桩事情，去年跟今年想法看法不一样，那佛对我们指导的这个方针原则自然不相同。前年去年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慢慢觉悟了，起心动念呢能为众生了，为自己，佛有教你为自己一套方法，为众生又有为众生的一套方法，随着说法说法了，随着我们的心念了，我们那个心念头千变万化，佛菩萨说法也千变万化。你要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得利益了。啊，
得大利益了。啊，要不懂这个意思呢，你就得不到利益。啊，不但得不到利益，有的时候反而去劫，产生了差误。啊，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啊常常都有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比如说对人。先时对这个人有批评，啊，这个人说心行不善，啊，教我们对他要敬而远之，啊，不要受他的害。过两年之后啊，那一个人改过自新，转恶为善，那佛对他有赞叹，劝导我们常常亲近他。绝对不是佛教导我们前后矛盾呢，不是啊，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啊。啊，某一个人前时候很用功，很如法，佛对他非常赞叹，啊，劝导我们大家亲近他。啊，几年之后啊，他被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所迷了。道业大幅度的退转了，佛在这个时候劝勉我们，啊，对这个人呢有批评，劝勉我们要远离他，啊，也不是前后矛盾呐，啊，前后四意不同啊。那也许有人问，那佛的神通广大了，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没错，是不错。佛教化众生呢，是要帮助众生此时此刻要得利益，啊，不是讲过去，也不是讲未来，要抓住现在呀！啊，所以佛的说法了，叫善巧方便。啊，佛的说法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啊，给你处方，处方就像是说法了。啊，昨天处方跟今天处方不一样，啊，昨天病况跟今天病况不相同。有了变化，啊，或者是好转，或者是恶化，啊，到明天可能跟今天又不一样，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抓住现在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这个是佛教学不容易，我们做弟子的人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也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去佛年代久远了，外国人的说法2500多年了，中国人的说法3020多年了，留下来的经教又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不相同，古人传下来的这些经教，我们现在未必能看得懂。这是重重障碍。我们应当怎样去修学呢？过去我的老师教我，用至诚感通，教我用这个方法，经教太多了，我们一生的时间精力都学不完。何况还有世间法，不能不知道啊。想起来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唯有至诚恳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会不会加持呢？会。为什么会呢？真诚到基础啊！人心真诚到基础，自然跟佛菩萨就通了，自然跟宇宙之间的这大道理也通了，跟世间人情世故也通了，妙不可言呐！那么现在关键呢，在这个诚字。什么叫诚呢？过去曾国藩先生讲得很好。一念不生是为尘呐，这个念是妄念，一个妄念都没有，他就能感通。为什么？因为一个妄念都没有的时候，信德自然就流露了，自然就现前了。诸佛菩萨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自自然然感通啊。这个道理很深呐，中国古人所谓的精诚所至啊，金舌为开啊，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一念妄心，这个妄心里头对我们伤害最大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
是迷惑颠倒。只要有这个念头升起，夹杂在里面，我们的真诚就被破坏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全部都被破坏了。于是感应就不能现前。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环境障碍很多，唯一可行的办法从真诚心的能通诸佛菩萨教化的意趣唯有明了佛菩萨教化意趣，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怎样依教奉行怎样能得佛陀教诲的真实理。请看下面呢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课题是大众得业。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门起时，这一句是说明大众得利益的时候，也是大众得利益的应有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这一句总结前面所说，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大众怎么样得利益？普贤菩萨了，要为大众说法，为大众开示，教导大家，劝请大家，大众方能得益。普贤菩萨教化众生的智慧、能力、辩才从哪里来的呢？从三昧中升起的。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辩才，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思是乱的，意不真诚，心不清净，不平等，自私自利，没有智慧。当然就没有能力，没有辩才了。前面跟诸位说过，文殊是等觉菩萨，是如来化身，哪里还有什么入定出定呢？这个借大经上常讲，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这个意思前面清凉讲过，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我们做榜样的，告诉我们要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特别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你要有善巧方便为他说法，去教导他，那么这些善巧方便一点是从戒定当中来的，自己不能够勤修戒定，哪来的智慧？所以为诸菩萨说法了，普贤菩萨显如法界大定这不是普通的定也就是《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在华严称法界大定从这个定起，智慧德能相好都现前了。这才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帮助一切众生化解他的疑虑。我们应当要学习怎么个学习法呢？在一切净缘之中，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在这环境里面有顺有逆，物质环境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有善缘有恶缘，必须要在这个境界里头得定得三昧呀。这个三昧就是一切顺逆环境善恶之缘，我们六根面对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这就叫入定。这个入定呢，不是盘腿面壁，那是形式形式不重要，是要在
一切顺境逆境呢，都能够不动心。啊，不动心，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性就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这十个字，五句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这叫性德了。啊，这个就是《三字经》上头一句话讲，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个善是什么？真诚是善，清净是善，平等是善，正觉是善，慈悲是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啊，现在我们的性德完全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是被烦恼障碍住了。习气呀，使我们距离本善呢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我们的信德就现前了，我们的本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心稍稍有一点波动，本善信德就不见了，变成烦恼，变成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就错了啊！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啊！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时节因缘，菩萨从三昧起啊，下面呢，这是正说大中的一啊，这一共有九句。七诸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清凉大师说，这个九句前面五句的菩萨法门，每一句有一个意思，那么又说呢，这个五句后后尘前前，啊，后面四句啊是讲得佛的果法，我们现在看这一句，诸菩萨众，实在讲呢，如果我们能懂这个意思，这七诸菩萨里面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呀。如果我们不懂得佛菩萨说法的意趣，
那我们就在这诸菩萨之外了。今天我们既然展开经卷，读诵经文，理应入佛境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经文上说得很清楚，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这一句在此地我们得了应该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呢？前面呢我们已经做得很多了。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叫正受，也翻作禅定。我们先要把这个名词术语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受是享受，正是正常，佛菩萨的享受是正常的，所以叫正受。正受呢，就是禅定。我们凡夫的享受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享受，佛给我们讲了，可以归纳为五大类，这佛经上讲的五种受，这反复的享受，苦、乐、忧、喜、舍，这五种，身有苦乐两种两大类的享受，心里头呢有忧喜两大类，身苦乐暂停。心忧喜暂停，这个暂停的状况呢叫舍受。实际上舍受啊就是正受。为什么舍不叫正受呢？你的时间很短暂。刹那之间呢你的烦恼又起来了。你保不住，如果舍永远保持，那就叫三昧，就叫正受了。由此可知啊，我们修行呢，就找到了一个秘诀了。怎么个修法呢？顺境、善缘。不生欢喜心，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心。在这个境界里修什么呢？修清净平等心，这叫功夫啊！你会用功吗？六根对待外面境界呀，永远是感恩、我们在三年前写了六条，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这是真受啊！啊，真受要叫做又叫禅定，啊，那禅定什么意思呢？六祖慧能大师解释禅定，外不着相啊，是禅呐、啊；内不动心呢、啊，叫定。他这两句话是出自《金刚经》上的意趣啊。佛在《金刚经》教须菩提尊者，啊，须菩提尊者拜佛教化众生，啊，佛告诉他。弘法利生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你才能做得圆满呢？教他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就是禅，如如不动啊，就是定。这叫禅定啊。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就是内不动心。这个说法，还怕初学同修听不懂，我们再换一句话说。对外，一切人是无，我们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决定不被他所动摇，绝对不被他影响，这叫禅。啊，比如现代人，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很普遍了，家家差不多都有电视了。啊，看电视也是修禅定啊。啊，电视里表演，他笑你跟着他笑，他哭你跟着他哭，你就完了，你的禅跟定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心被他所转，你错了。啊，应该怎么看法呢？《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个电视画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笑也好，他哭也好，我怎么样呢？我清清楚楚，如如不动，这就叫修禅定。哎，清清楚楚是慧呀，如如不动是定啊，定慧等学啊。啊，你跟家里人一起在看电视，你们家里头一些人的时候，随着电视。那个画面心随他转了，你在此地练习着不动心，不为他转，同样看电视，过人修过人的啊，你真正在修行的时候，你旁边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你在用功啊。哎，大家都笑，我也可以莞尔一笑，那是什么呢？随顺大家，不做出怪样子来。大家哭的时候，我也感叹一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心地清净，一尘不染。
看电视，是修三昧呀。电视的画面众多，那就是世界海微尘数三昧呀。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世界海微尘数通通都要能做如是观。境界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要如如不动。我这一次访问日本韩国13天，我们同行的同参道友30多人，节目安排的非常紧凑，所以很少时间呢自由活动。这个回来的头一天，在大阪，中午吃饭，在一个餐厅，餐厅附近呢，有很多卖土产的，那顺便呢，同学们去看一个百货公司，去买一点纪念品，我呢，就告诉大家，你们下去逛百货公司，是修止观，还是去观光？这观光什么呢？你到那一看，你口袋的钱都光光的了，叫观光嘛。止观是什么？我只是在那里看，看得清清楚楚的，绝不动心。绝不会被那些琳琅满目的货品所诱惑，如如不动啊，那就是修禅定啊，就是定慧等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心里如如不动，没有一样东西我想买你的。你诱惑不了我，这个什么？这不是观光，这是止观呢，修止观呢。看到这个也想要，那个也动心，那你就观光了，你身上钱就光了。佛法跟世法没有界限呐，实在讲呢，一念之差了。有些东西确实是我们必须要的，那可以买。我需要用的东西，不需要的，就用不着多花钱呢，多破费呀。所以三昧的意思深深，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普贤菩萨从法界大定起，众菩萨了，个个都得普贤三昧。那么这就换一句话说，受普贤菩萨的
感化了，啊，这三轮教化了，啊，普贤菩萨有这样大的威德，有这样大的神通。第二句，世界海未成数，陀罗尼海远。啊，他前面呢，就是齐住菩萨，夜夜过得，这一句是一直灌下。灌到底下五句，啊，做文章这个省略掉了，啊，实际上是讲解的时候应当要这样念法：齐住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陀罗尼海云。啊，云这个意思在此地不要多说了，前面讲过了，讲的很多了，讲的很详细了。啊，它是表非有非无，啊，表智慧的关照啊。啊，那什么是陀罗尼呢？陀罗尼也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所谓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要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总纲领、总原则。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通事出世间一切法。这菩萨得到了。普贤菩萨从大定起，这些菩萨们一见到普贤菩萨出定了，他就得到了。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普贤菩萨威德的摄受，不必说话了，让你自自然然你就感受到。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磁场，哦，感受到这个磁场，中国人所谓是气氛，啊，这个磁场，这个气氛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与会的人呢，他都能得到，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总纲领掌握住了。这个原则纲领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世界海未成数啊，真的你智慧开了，无论办什么事情你都会有原则，哎，你都会有方法，有条不紊。当然，这些原理原则还是有一个总的，在佛法里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呢？戒定慧，释法里面跟诸位说个老实话，还是戒定慧，戒定慧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它是总纲领啊，啊，
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三学。戒，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合理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呢，合情、合理、合法。情理法通通都悟到啊。定呢，刚才所说的就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啊，如如不动。慧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